欢迎各位再次收看《虎符汽车的变形金刚》分享时间，这是我们1712集，我们将给大家分享魔方所推出的军事合体当中的算是本体的啊，夜袭。那一样附带一张人物卡。那这款玩具我拿到一段时间，但是我前一阵子，忙碌啊，忘了把它先介绍，所以呢，我反而是把它在它后面推出的这个旋风啊，先给上了啊。那我啊不不，先把旋风给做了，不是先把它给上了啊。我是喜欢女孩子的，那个我们先让它跟其他几个已经推出的成员做个身高的对比啊。作为一款本体，它确实体型比较大啊。当然，我们这款魔方的玩具呢，是透过一些配件来完成一个大合体的。但是不管怎么样啊，这个一字排开的话，造型还是挺好看的，甚至我很喜欢它啊，看上去非常利落的线条。在这几个成员里头，我们以正面的形象来看的话，其他身上的裂缝可以说是最少，特别是它这个胸口啊，这里我真的觉得是做的是挺好看的，就是有一个非常卡通化的造型。尽管说，前一阵子的话呢，有一位朋友在我的 B 站的评论区里头留言道说，他非常不喜欢魔方的这种尼龙材质，他觉得呢，变形金刚把玩的时候呢，就是要那种硬塑胶啪啦啪啦掰的那种感觉啊。当然这个绝对是一个个人的一个言论，我很尊重啊，我觉得你说的也很有道理了啊。而且他的这个反对的意见的话呢，我觉得是有凭有据的啊，确实也是没有错。大家可以去回味一下当初老肖的玩具分享、玩具介绍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在他的节目里头呢，经常会听到咔啦咔啦，就是玩具这样动啊，会有很多这样推移部件那种声音。但近几年以来，近五六年以来的玩具呢，由于塑胶的越来越轻量化、越来越偷工减料啊，等等有的没有的元素，造就说我们在把玩具的时候好像越来越安静了，对不对啊？又不是。明明我们越来越长大成人啊，怎么掰个玩具还需要消音嘛，是吧？那无论如何吧，就是我觉得也是一家的一个意见呢、我觉得给大家做个分享啊，就是大家也可以讨论一下，你到底觉得魔方的这种尼龙材质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？那我们当然也是要提一下，它的好处就在于说，在变形把玩的时候呢，他们大量常常使用到这种，对不对？这种结合口大家应该都经常去，如果你有玩魔方，你一定会知道啊。我们经常用一种类似于这个撕开的感觉去玩它，那可能有人很喜欢撕裂别人吧啊。那我感觉吧啊，这个反正就是魔方的话呢，由于借助了尼龙的一个材质呢，让我们能够享受到一些更碎片，但是却玩具可能不会坏掉的一个玩法。我觉得也是一个新的尝试了啊。那反正你不喜欢就不要买而已啊。那别人喜欢的话，我觉得就是大家就互相去理解。当然他也没有吵架，我觉得那位朋友的留言还是很善意的啊，就是纯分享一下啊，好吧。那在这个讨论的过程中，我已经差不多把这个玩具的一个可动差不多都讲完了啊。它的身高已经跟官方的 Deluxe 等级已经差不多了啊，是个头是比较大一点的。那它的一个造型来说吧，真正要说丑，可能就这一代啊，多片的东西叠在这，但是应该影响也不大了啊。那有一个轮胎藏在后面，我觉得这个轮胎有点意思啊。那其他的部分，我们就这个可动啊，我们都差不多讲完，我们就直接进入它的变形好了啊。不再在闲聊中把这个造型给讲完了啊。那这个变形的时候呢，这个背包啊，从这里打开的时候呢，这里这个蓝色部件到里头啊，它是有一个锁定啊，从侧边这里。这个炮管呢、往侧边推啊，整个把它推出来啊。你直接从这边抠的话，我认为是比较困难的啊，比较困难。推开这里之后啊，这里这个锁扣就自动解开了，两边把它打开拉出来，然后这个炮管的话呢，做一个内外的一个转换啊，这样子，这个转过来做一个替换啊。这一款夜袭的话呢，我说真的啊，我在把玩的时候呢，我没有看说明书，我就把它变完了。因为如果你已经摸索就把玩魔方的东西，如果你已经习惯的话，你真的就是完全可以不用看说明书你就知道了啊。你看得到的东西呢，全部你只要看到什么，你就是去推探一下，哎，这能不能动啊，对不对？在这个试探，在这个死亡边缘做一个试探啊。 OK， 你看得到的东西你就通通都把它给翻出来。然后你看这里头啊，也有个部件，真的我没有特别去记它的顺序了啊，但是我大概知道就是这么变了啊。然后这里需要特别讲一下，这个手这里可能需要讲一下，没有那么直觉。这样推出来之后呢，内外做一个旋转，这样子过来把它给包住。我们要做的是把这个轮胎给露出来，这个轮胎转出来啊，稍微随便切个角度。好，先到这啊，然后这个手臂可以放进来，这里有一片部件翻出去。那我们先看一下这里面的一个形状，你看这个形状大概也能知道这个地方啊，有一个组合的两个位点，大概就是这吧啊，你可以先尝试一下把它给扣上去啊，到这。那另外一侧的一个变形也就差不多啊，也就差不多。
等一下啊，这个这样子，先把这里这一片部件挑出来，你看它本来是盖这样挑出来，把轮胎露出来，然后这个转到另外一侧去，这里扣进去，这个轮胎翻出来，然后呢这个手臂翻进来，然后呢就把它给转到那一侧，然后它的上臂的部分转到这个啊，这个结合的孔洞朝到外侧，然后这里有个凸跟凹的一个结合在这边啊，我们就可以先把它给压上去了啊，这边也是一样，上方这里压进去的时候要稍微练习一下，因为它同时卡进去的话呢，可能就是你也可以利用塑胶的韧性啊，就强行的把它慢慢调整进去也是没有问题的啊。好了，那这个车头就变完了，是不是真的？真的就很简单。那这里的话呢，有一处要特别讲一下，这里，等一下啊，这里这一块部件，这一块部件，记得要把它给抠下去啊。这个地方没有抠下去的话呢，就后面变形就无法达成。那它腿的变形啊，腿的变形的话呢，跟各位提一下，它这个裙甲这个部分啊，要把它调整成这个方向。那具体调的方法是打平之后呢，再把它给推上去，这样子啊，这个裙甲必须要是陷下去啊，最后才能够一个完整的一个密合。那它的变形成这个记得、腰部已经旋转180度了啊，然后把脚这你看得到的东西全部都给打开。这里的话有个部件，记得把它给推进去。这个部件的话呢，待会会啊，就是留给收纳这个地方啊使用的啊。然后呢，这个你看得到，通通都把它给打开，这个地方挑开来，然后后方也给打开。好，挑开之后呢，这里有两个双动关节，我们先动一下。首先是脚掌这里一个双动关节，把它给推进去，然后鞋尖推进去，然后脚后跟也推进去，啊，推进去啊，这个地方，这样整个推进来，然后上面的盖板的话呢，就可以盖下去了啊。盖下去之后呢，这里有一个双动关节，记得把它往后面推啊，我们要把车身拉长。拉出去之后呢，这个部件本来它是在这里的，脚包住小腿后方的，推到侧边来，推过来这里。那这里的话，里头还有一片部件，记得推出来。推出来之后的话呢，这里有一个凸，跟这里有一个黑色的洞的一个结合，扣上去。然后呢，这个腰身这里啊，记得腰部是完全的是这里，这个地方要完全贴合密上去的。那你就会发现这个地方刚好是可以扣上的。大概的位置是在这里啊，然后呢内部这里记得都给扣上。好了，到这边，那我们就把这个脚的话呢，这片物件推到这里来，然后把整个腿部往前面推过去，主要是这个腰部啊，这里腰部要把它整个缩短进来，扣这里，然后在整个地方把它给按下去，这里啊，侧边这里要先整个密合起来，它的一个车身的比例啊，可以看到啊，后面是非常长的。那另外一侧我们也一样的一个变形方式，这个地方挑出去，整个的给挑出来，这一片部件把它给推进去，后面这里打开，下方这里也给打开，然后打开之后呢，这个地方推出去啊。再来呢，我们就是两个双动关节啊，第一个这个脚把它移进来，整个鞋尖翻转一个角度进来到这里。这一片都是打直就行了，上面的部件盖下来，然后呢，这里这个部件我们帮这里我们已经推出来外侧了啊，就不需要再做调整了。下方这边这一片部件推到侧边来，转到这里，然后呢跟前方这里做一个结合。那在那之前的话呢，这片部件先进来扣上去，然后呢侧边再把它给包覆过来，到这里包覆过来，这里一样。包覆过来，都整个捏过来，然后最后就是把两侧呢做一个结合，上方这里稍微上下错位错开一下啊，这个还是要提一下，尼龙的材质的变形呢就是这样子啊，那你喜不喜欢这个，完全你有表达你的这个看法的权利啊，这个地方，你说就稍微软，还是要稍微捏一下调整一下，好啦，那在整个变形当中吧，我觉得，这个车身比较长，OK。我有点翘起来啊，这里好，哎，滚动性还不错啊。这个车身的话呢，这个炮塔我是觉得先放后面这样啊，我们来给各位看一下啊。在变形的时候，我觉得有两个地方比较小细节要注意，就是它这个裙甲啊，另外一侧的裙甲要记得按下去。再来就是它这个里头有一块这个有一块凸要把它压下去，这个刚变形的时候应该有特别提到。其他的话真的就是你看到什么就是把它打开。啊，全部都把它打开，基本上呢就可以变成一个车子。那变成人就全部把它折进去啊，这个跟我们以往的这种变形车包人啊，反过来还是人包车。那么造型就这样子吧啊，体型很巨大，炮塔可以360度的转动啊。这个以 Deluxe 等级来说的话呢，它应该是算跟它差不多大小。
啊，虽然长点瘦一点，那七主八扣也可能差不多啊。然后其他有什么好说的？没有，没有什么特别要说的啊。变形就是很简单的，真的非常的直觉啊。我真的我第一次变形的时候，一个盲变就把它给就可以把它给变完啊，算是比较简单好上手的玩具啊。不可思议吧，布置这么多，但是我却说它简单好上手，容错率也是很高的。那今天的话呢，就给各位分享到这边，谢谢各位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